完全在他那了，我靠，这把的话有点问题啊。他现在的话可以打一下我的脸，然后乱斗，如果剩我的怪二分之一打炮赢，如果说剩他的怪我就直接翘，是这个道理吧？他肯定是乱斗了，四分之一的怪力先留不留我的生物，好，留我的生物，然后再二分之一的概率打炮，有没有？那也得要啊，这个，那这买卖也得做呀，这个。丁儿。怎么还有连锁反应的呀？就这么恐怖的吗？这是啥样的这？啊？什么情况？不瞒你说，这张牌有点救命。那个火车王冷血，我要死！他没有火车王冷血呢，我狗是挺能狗的，你们不要打错什么狗。我是娘，但是狗不了呀。现在我需要一个刺刀。是赢了的话，我要奖励一下自己，去上个厕所。火车王冷血死了，开玩笑呢，怎么可能有火车王冷血？再装，继续装，好吧，给个十五加。这个防住他一个群背景，如他为首熟望，猜的我也没看见那张事实，我给你叫一下。看看啊，右边多少一万要倒闭了，45万。你们这些人输的不冤，像这样的声控局的话，你们输的确实不冤。这打我有用吗？给我来一个未鉴定的盾牌打我就赢了。结束回合。直接导演干你。
什么玩笑？居然是一个没有家庭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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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了。圣光会庇护。白嫖小王子，拉不拉这手？还拉了拉了，慌什么呀？醒过来出来。从哪来的？滚回哪？就说有三三吧，你们不信？我靠，这他娘的晦气！这咋整啊？哎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这样。说你妈呢？这怎么打呀？海燕啊，你可长点心吧，别拉了。这哪来的血骑士呢？万天城。哦，我操！感谢。涛妹叔叔的小三送的一个飞机啊，哇，这批妈的真的是晦气。光芒犀利。好，我们不要在乎这些细节啊，我们来抽一个777。能解一个是一个了吧？我觉得。火车王死了。
砍了火车王不死。我要是刚想解的话就直接解了，为什么要等这个回合？我不吃力也没事，我不吃力还有差两点。我忍，我肯定不想解啊，我想随便丢他两下算了。蘑菇吃力肯定不死啊，四加四加三等于哎，电竞鬼才斗鱼捡到鬼了，朱家师救我，朱家师，还行吧。就这个血量的话，我觉得相对还算比较安全的吧。解解光算了，我觉得这反正对面有没有补刀技能，我下个回合再摸一手操作算了，你们觉得呢？炉石传说要用老子玩，上马，你倒是上马呀，这个应该是加一加一。让我诉说你的痛苦，为了我和挽救再分离。我有乱斗，但是不是特别的怕这个局面。我准备乱斗，还好有乱斗，没有乱斗凉了。我现在有一个规划，我要跟大家聊一下嘛。我现在用过几个法术，我能不能扛到十费？一张、两张、三张，三张法术。我的问题是，我要不要先洗，再撞，再乱斗？应该是先撞，再洗，再乱斗，再盾猛，可以吧？这样的话就过到了这张盾猛。如果我刚才没有过这张盾猛，那么这个回合的局面的话非常的难受。但是我过到了这张盾猛，我乱斗结束以后剩哪个我都可以接受。报告，还有一个吗？士兵们，暂停不前，我还有一波乱斗的机会。为何只是沙？打得不错。七月的天，六月的水，舒服，和涛涛好舒服。下个回合的话，我再倒一个导演，把血量全拉满，好吧？生命之树，如果来刀的话，我就再等一等；不来刀，我就再就导演了。生命，生命，打我！十甲，那就再忍一回好吧。这个甲的话我不舍得，还离满血还差一点。我操！我靠！这把刀有点厉害，但是我不怕，因为我有导演。
我不怕，我只要过牌就可以了，好吧？来个血刃剃刀，谢谢张主播呀，谢谢，谢谢老板安排，金身边吃，风度没关系。呀，打得不错，小匕首来了。哇，这精准！哦，打得不错！哇，就没有想到这个套路啊！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武器计划这个东西，舒服呀！我头上还是个八甲，咚咚！兄弟，要不要给你唱一首《敢问路在何方》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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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快去西天找如来佛祖！你们这些人素质很低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哎，我的甲呢？狗长老，您就收了这个神通吧。不接受！哇，舒服呀！舒服呀，这舒服得很呐！哇，这个诺瓦是真的打出了精髓，我的天！你心态没有崩，我服你，好吧？生气了？生气了吗？生气了没有？小拳拳，来捶我呀！捶我胸口来！他娘的，不对吧？我不会说的。我靠，这人还有啊！我真的是服你的，这操作还能打出来，这有点意思啊，有点东西啊，这个人。这 BGM 有点违规了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有点过分了。这里没有一波了吧？叠个甲变钻刀了，十四怪叫啊！十四怪叫啊！头皮发麻的操作，真的是绝望啊！真的是小拳拳又要拿过来了，兄弟，你的小拳拳你赶紧锤了吧，我随便你骂好吧，你说我是狗没有关系，可以吧？我把我唱给你听，我觉得你可以放弃了，这把牌你是真的打不过我，你输的不是实力，是运气，今天运气站在我这边，我的底牌是红桃 S，
感谢楼上的大爷送的飞机。有没有谁有叫楼下马冬梅的？配个套吧。打得不错。本来这刀不砍是不会死的，实话实说，砍了就正好九血。懵了，强行不死，还有这样的操作？上马，你倒是上马呀！我再给你过两张好了。接受正义之战才能诉说你的痛苦。还有加二加二吗？你别说啊，这个人好像还挺顽强的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人打的好像还挺扎实的，挺顽强的。这个地方怼脸是比较错误的示范，有小概率被翻盘的可能性，小概率啊，极小概率。啊，最后一个777青天也抽抽掉算了，接下来的话就变成一个1777，如果到时候也比较高兴的话，给大家抽个2777，好吧？如果也非常高兴的话，给大家抽一个3777，开玩笑的，我不会很高兴。可以，弹幕抽17777，有点输了没有？这首操作里面，我一定打了一首，不管是打哪里，我一定打了一首。抽奖不抽，倒赚一块，基本操作。抽一个，买个梦想，这可不是他娘的，就是变相送给我嘛！这批老逼，你从这个角度来想，不是就很合理了？你们每天白嫖，你好意思吗？啊，真的是道貌岸然的小兄弟们，每天白嫖也就算了，还劝人白嫖。我一天到晚10点钟就坐在这儿打开门做生意，你每天嫖我啊？每天的从高中3年级嫖到大学4年级，真的是黄金赛，拉着我的衣服都给你扯烂了，我靠，要跟我合影，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真是嫖完了还要夸我打得差，真的是心态都给你整炸了。你觉得好意思吗，兄弟？再问你一句，觉得好意思吗？行吧，果然这个直播间的水友还是比较坦诚的，我觉得你们说的对，你们说的对。啊，这太慢了，我去上个厕所。嫖完了不改钱，不就白嫖了吗？谢谢老板，我就叫以后改名叫如实如烟好了。我想Okay.
walk strong like a soldier onto the battleground. Breathe in, breathe out. Don't shiver. Don't give up. Don't give up. 来了来了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的天，你们在说什么？不是很懂啊，什么叫做哭了是什么鬼？嗯？藏起来，我再给你们做测试好吧，我手机拿在手里面。此刻我在异乡的夜，感觉着你我先回到过去。好，好像上去了吗？啊，天空之前在哭泣，越来越明白。啊，出伤。哎哎呦，不是，我想给大家试试我手机能上。哎呀，我哥哎，坑爹了这是。哎呀，哈哈，我手机能上他的娘的。哎呦，别捡，别捡，我靠！完了完了完了，全他妈的完了。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，甜蜜的融化了我。天空之城在哭泣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全他妈的完了，我点错了，我的天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啊，就搞我，我靠，就知道搞我，疯狂的撕裂了我，就知道搞我，本来好好的，我去，这咋整啊？这个啥情况？这个现在你们知道能上了吧？现在你们知道是能上了没有？这届水友真的不行，一定要主播亲自示范。